是暂时的去，我爸妈在睡觉。今天我要做什么？不是挑战时间了，今天我要拍个的 daily log， 因为我想做一个特别有趣的动啦。然后我就得迟点会讲为什么这样起来，因为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，所以我会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我什么特别日子啦。我们出发。Hello， 差不多接近了，哇，真的很暗一下。哎呀，不是最穿梭了，现在才凌晨六点呢、啊。因为我打算拍一个地方样子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在这段有趣的生活。专业做，如果做专业 YouTuber 我就不知道。好，我要去旁边一个地方先，走吧。嘿，吧，你们朋友，我老的很 back tail 哦。真的 back tail 啊，因为啊，哎呦，冤到鬼家，我从我另外一边啊跑来这里，也就是所谓的丹麦博丹尼跑来古鲁格堡。我本来想在丹麦 S 的博丹尼跑步啊，但是呢，因为他要买那个，我要买这个 video 这个 receipt 啊，才可以证明啊，要不然啊，但是我们一样的 upload 上去啊，给他们知道，我怕你要 delete 这个，没办法，你看我头发。牺牲了很多，哇，老哎，真的是 back tail 啊！他们没有跟我讲清楚，一定要来这边来买啊！哇，老要来一声啊！不过幸好我通过了啦，我算 lucky 啊！只不过祸害我好日子。啊，我今天的日子是什么？就是我生日，对，我生日啊！祝我生日快乐！Exhale， 哎，算了，我本来想认错四只猴啊，但是你们看，都要出太阳了，哇靠北，我真的是给他气死那个两个杆了，他讲要来这里哦，来侮辱我，我给他气死了，你看我急牺牲，哎，没有办法，一边跑一边录啊。出发！没有办法，一边减肥一边跑步最好。哎，跑不出哦！在这边吼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还是一个寿星，是小寿星吧？好，我收给你们看我的狮子吼，怎样吼？喊到全宇宙！我是战神 Rex Hui， 真名是，我是新来的 YouTuber， 我要达到 100K 的 YouTube Subscriber。嗨，我是战神 Rex Hui， 真名是，我是新来的 YouTuber， 我要达到 100K 的 YouTube Subscriber。我要去山上也是乱吼乱叫。狮子吼喊到全宇宙，夸张一点啊！啊，不管啊，去个地方拍照或者是拍照啦。我要跑过去山上那边，比较容易拍。这样我要录到我的狮子吼喊到全宇宙，这样大家知道我是谁。我想要变成疯狂的战，疯狂的 YouTuber， 因为啊，我猜。我的 YouTube 全都才24罢了，无言啊，哎，我都想死，没有啦，你要看我的 YouTube 全都我的功夫啦，我真的是要看我的拍摄功夫，哇，真的很辛苦下，不过没有关系啦，偶尔学一下也好，因为我刚开始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也是要学一下，看看我的这个权利，看我能不能做到最好的 YouTuber 啦。OK， 所以我们录一下我今天的生活啦。反正今天我是收心嘛。哎呀，哎呀，拍不到日出啊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前面就是大城市嘛，对不对？我招好。我是战神 Let's Play， 我是新来的 YouTuber， 我这边无论怎样，我要成为特别的 YouTuber， 我要达到100K Subscriber。啊！嗨，
我是大傻 Let's Play， 我是新来的 YouTuber， 我这边无论怎样，我要成为特别的 YouTuber， 我要达到100K Subscriber， 要是我乱乱好，那好乱掉啊！人家全部都讲 key 笑啊，然后啊不要乱玩。我不像艾雅和多妈豆这样疯狂样子，因为他们是 steady game 嘛、啊。因为我很喜欢 steady game， 就是艾雅、多妈豆、好人以及阿元哦。真的，我很喜欢 steady game 这样子的作风，因为他们又录鬼屋睡一晚和其他挑战等等，真的他们很顶下。因为他们是比较特别的人来的，他们是很成功的 YouTuber， 真的我很喜欢他们，因为那时候啊真的是很搞笑，又带来欢乐，又有带正能量样子，真的很搞笑。他们一定要向成功的学习一下也好啦。我们这些刚开始的 YouTuber。啊，刚才了解咯。好，我现在跑过去拿那个五路那个 receipt 先。我现在是买啊，但是他讲八点还拿到 receipt， 所以我先跑过去先。啊，终于拿到了，但是问题是你们看，下雨。哎，没要紧啊，我录那个 YouTube 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你要记得去五路这边啊，另外一边啊，你才可以拿到这个 receipt 啊。啊，看到没有？我再蒙一下。OK， 看到没有？一定要记得要拿带你的来生啊，还有带100块啊。哎，如果你没有 permission 给他啊，你这样子某定律 upload 去 video 啊，真的是很大危险的。不然的话，你这样某定律没有通过他同意啊，真的会这里低了。真的，所以你要小心哦。还好我需要每个 YouTuber 这样子学，这样我才知道这个情形啊。前八点有点天色很暗下，不用紧啊，我跑过去那个博丹尼先，冲吧。我跑过来这边到博丹尼啊，真的很累人啊，累死了啦。哎呦，下次醒醒顶顶一下，真的。我真的是给他气死啊！哎，给啊，哎要垮，又没有拍到什么鬼，不用紧啊。最重要是我要好到狮子吼，在山上那边。好了，我现在回家，然后再拍那个我的 daily 咯事情啊。OK， 走吧。OK， 我已经到家了，但是你不准看到我家，我跟你们讲。我的私人隐私啊，现在等一下我就要拍一个东西，我就是给你们看我的惊喜是什么，我的日礼物就是我属于我的生日礼物。 OK， Hey buddy， sorry 啊，现在很迟了，现在4点我才知道，因为我忘记了插我的 camera。 不过没关系啊，我照样做我的开箱啊。最重要是今天是我生日啊，我是寿星嘛。不过我爸妈妈，我跟他讲不要买生日蛋糕，也不要开什么 party 啦，因为省钱咯。省钱是最好的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现在就拿箱子来开一下。好，我给你们看我的魔术是吧。 What？ 你们以为 Book Party 是没有杀伤力吗？你们错了，五个牌可以撸，就是很痛啊！我跟你讲，不信，我给你们看。哼，果然我武功很强啊！但是呢，我再上升一多一点，嘿，因为我上一次双十二手臂啊，他们卖便宜哦，所以记得今天刚好是我生日啊，这个礼物是当成我自己的生日礼物 ，so 我们一起开一下来看吧，哒哒。LED 灯啊，因为哦，我发现到我的第一个自我介绍，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还是不记得观众没有关系，我附了会不会放这个 information 啊，你们去看成光真的是很不够，所以我就特地在 Shopee 买了这个 LED 灯。我是在楼下，因为楼下真的是很不够亮，还是去朋友家也好，我就需要这个 LED 灯可以帮助我，所以现在我们使用一下。One eternity later.
哇，是不是很亮哎？是不是？撑了一个光年了，装这个很不容易啊，这个超亮哎！哇，我放在我 camera 看，真的很亮哎！这样子的话没有这样麻烦了，这样我避免我的那个光线不足了，这样我可以这样有一拍摄啊，或者是去朋友这样子拍摄等等之类的，这样子的话我容易看到灯，只是这样子我会刺眼啊，好有好处也有坏处啦，不过算 OK 的生日礼物啦，算不错，算我的生日礼物算我自己满意啦，祝我生日快乐，战神 Let's Play， 我的影片差不多到尾了，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你们看，如果你是新来观众的话，请记得按那个 subscribe 的话，你就把它按下去，如果你是看到订阅后也按下去，放心，这几个板子不会咬你，如果他会咬你的话跟我讲，我会说服他，这样想吧，好了，等到我们 see you 新的 video 吧，拜拜。